我们开上那个都还上那个料都一边在回来的，哇，周瑞再来，谢谢。驾照没？有没有驾照？开船开的从年轻开到老了，但是没有照。不要晃啊！好，来，没事，我帮忙拉着了。开好，对。这里。 螺旋桨缠到绳子了，师傅在清理。师傅掉海里了，我们很想帮忙，但我们帮不上忙。好了吗？哦，这么快啊！辛苦辛苦。专业的，这都小问题。他缠住了。 应该会比较新鲜吧，就感受一下嘛。嗯，这辈子当不了渔民了，就感受一下渔民的生活。感受一下渔民的生活，也很不容易啊。就是现在有很多垃圾，就这其实就是一个村了。你说深圳以前不也就是类似这种一个？对，其实这个村非常小，但我感觉这个村应该是蛮富饶，家家都是渔民，建民宿啊，然后买大船，然后养海鲜。嗯，哇。 但还是觉得陆地上的感觉好一些，比较自由。 咱们在哈尔滨吃的棉太多了，哈尔滨的里面感觉有冰碴一样，这个到嘴里就是像冰淇淋的口感，是不是儿子？好像芒果冰也不是记忆中的那个滋味了，没有，没有当时谈恋爱的时候那么好吃。我也觉得，可能是因为。 当时人也甜，或者是说好吃的太多了，然后我们对它期望太高了，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好吃，还不错，还可以吧，嗯。
我感觉我在南方就是热到啊，头发一直是卷的，烫发的状态。我也是，头发一直立下不来。中午吃了冰啊，然后我怀念的另外一件事物其实是厦门的烧烤里面的烤豆干。烤豆干，其实这是好像都是谈恋爱时候的，对他的记忆。所以每次来就不想留遗憾吗？对对对，就是，但其实吃了，虽然吃了，但其实不是，都不是当时的味道，那一个味道，不知道那师傅还在不在，改天让他亲自为你烤一下。味道还可以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咱们吃的那个好吃，没有咱们烤的那个嫩。哎呀，酒足饭饱，看得出来我吃的很饱吗？福强进，福强出。这个豆干我觉得还可以，只能说还可以，就是比较接近原味儿，然后就是没有很重的其他的味道去遮住它本身的味儿。但其实我觉得远比我们之前吃的，就是和想象中还是差一些了，就是嫩度不够。哎，对对对，有蒜味儿，然后没有很嫩。我们是在体育场附近啊，这是哪个体育场？海沧区的体育馆，是吧？嗯，然后附近呢就会有打篮球的。对，我今天就想说的就是南方这种体育的这种项目应该会更普及场所，对，非常非常的方便，在北方很难找到。在北方基本上就是打室内了，要么就是花钱，对，要么破破烂烂。花钱打室内。孩子们在这里啊，在我家那个附近是，我猜就是黑龙江省最大的体育场，破破烂烂的。人这边是海沧区的一个区的体育场，我觉得都已经非常完善，非常好。哎，就没办法比，南北方没办法比。能啊，太能了！这在东北打底收你10块钱，这是害虫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但它粘得好紧啊。推呀、啊，对，对，啊，真的好大，超大个，拿着玩会儿吧，走，走，回家搞两个菜叶给它吃了。